记录，一块来看。在众人的围观下，这名八岁的小女生葛瑞许不停翻跟斗，时间一下子就过了半小时，但葛瑞许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现场响起如雷的掌声，为葛瑞许加油。最后，葛瑞许在一个小时后终于停下来，半躺在地上，他不停地喘气，连续翻那么多个跟斗，他顺利打破金氏世界纪录。2,787 rolls in 1 hour, that is in kilometers 4.456 kilometers. Start.而这位来自印度的八岁小男生帕拉萨德也很厉害，他能够穿着溜冰鞋以一字马的方式从汽车底部滑过。虽然他的筋骨天生比较柔软，但是为了能够穿越汽车，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练习三小时，下课后还要再练三小时。辛苦的训练也让他的技巧突飞猛进，他在短短22.59秒之内从53辆汽车底部滑过，全程100公尺长。帕拉萨德说，长大后他想要成为溜冰选手，加入印度奥运代表队，为国争光，夺金牌。